诸位五湖四海的贵宾诸位汉学院的家人，大家下午吉祥阿弥陀佛。我们大家一起学习师长老人家曾经在一次法会当中有一个专题开示叫善学佛法与传统文化，所以这个善学就很重要。善学延伸开来我们要善于观察。像早上我们院长给我们上了一堂课，谈到这个。我们老和尚的好学精神，那是院长自己善观察，内行人看门道，外行人看热闹而已喽。那他能善于观察，观察得越深越广他能够效法的就能更深更广。刚刚要上课了，我听到《礼运大同篇》的音乐，不知道我们工作人员放这个音乐是不是有什么深意我也再观察体会一下你看要上课了就升起《礼运大同篇》的音乐是不是我们学每一堂课都是为了？实现礼运大同 我这个体会大家好像不是很认同，是吗？认同的话可以鼓掌一下学习任何时候不能离开了我们的目标 不然我们学的可能跟目标背道而驰就适得其反了。承德在大学期间有一个结拜大哥，他大我12岁，都是属牛的，我现在遇到属牛的，都会跟他们互相勉励，当初齐国复国就是靠火牛阵，请问属牛的请举手哎呦，还不少，这是靠火牛阵，冲在前面复国的。所以我们属牛的要认命我们闽南话说，这牛的拖，这狼的跋我们闽南话蛮好听的吧？你看都有韵味这个部分还是交给我们尾公不能在关公面前耍大刀他有一。专门给我们群书教中施教的这个的部分那这个闽南话就是说，你当牛你就要好好耕田做人呢，你就要好好磨练我们又做人又属牛就好好 我另外我还遇到属马的我也会跟他共勉。我们做牛做马，同生西方极乐世界，值得是吧？好。那我这个当时候学生时代就遇到这个大我12岁的大哥他每一次听到《礼运大同篇》就流眼泪。一个人听到《礼运大同篇》就流泪是结果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这一堂课叫《群书治要》中的因果观，请问因果在哪里？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一章 PPT 里面讲了，我们印光大师说的“事出世间之理不出心性二字，
事出世间之事啊，不出因果二字。哦，这段话，陈德感受到啊，我们学习啊，纲举目张，哎，这个总纲领给我们提出来了哦。你看一切的教理啊、义理啊，都在指导我们认识什么？心性。认识啊，什么是我们的真心？什么是妄心？啊，妄心啊，要放下，舍妄归真啊，回归我们的自性。啊，就像啊，要进佛门了，啊，三归一呀，那就是要归一自性觉正境啊，那是真心。哦，这贪嗔痴慢呢、啊，那是妄心，妄心生烦恼，啊，用真心呢、啊、生智慧，早上，师父上人说的清净心生智慧，哎，那我们一切教理啊，都离不开指导我们呢、啊、恢复自己的真心。但事项上呢，哦，大家不用抄哦，这个都可以发给大家，那个 PPT 里面的内容，好啊，假如你的功夫可以边抄边专心听啊，那也没有关系，哦，你可以，这个耳根、眼根啊，这个手呢都可以同时运作啊，没有什么障碍哈。哦，那当然可以。哦，假如会影响专注啊，那还是专注听比较好。哦，那事实上呢，没有离开因果两个字了。哦，那刚刚跟大家提到我学生时代结拜大哥他听李运大同篇会流眼泪是结果啊，原因是什么？原因可能他过去生呢、啊、就有发愿了，哦，所以听到这个歌曲啊，会感动，啊，都不是偶然的哦。哎，大家有没有曾经听到哪首曲子啊，或者听到哪个圣哲人的风范，哇，你听到眼泪止不住？我相信一定跟这个圣哲人有很深的缘呢。那我们遇到念佛法门，我们就很欢喜接受了，是不是偶然的？不是哦。哎，我们不能觉得哎很容易接受，好像很自然了。你看印光大师有讲到啊。啊，在他们那个年代呀、啊，很多人吃不上饭，乞讨啊，有个小乞丐，看到出家人，他要赶快跟印主讨钱呢、啊，或讨吃的，印主也善巧方便呢、你念一声阿弥陀佛啊，我就给你一文钱。看这小乞丐已经饿了好几顿，没得吃了啊、哦！结果劝他一次啊，他不念。再劝他一次，哎，你真的只要念一声阿弥陀佛，就给你一文钱。他还是不念。劝劝劝呢、劝到呢，他着急了，因为他很想要那个钱。赶快吃点东西啊！可是又不肯念，最后他就放声大哭。哦，你看，饿成这个样子哦，那他念声阿弥陀佛，他不念哦。哦，所以以诚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信此事。所以连欢喜念阿弥陀佛，这个是个果啊，也有原因的。没有偶然哦。
那当然啊，我们可能呢、啊，过去生就念过佛了哈、哦，所以这一生遇到了很容易接受啊。所以有一次呢，承德跟我们，我们家，我现在都称，我母亲啊叫老菩萨，我不称她妈，为什么呢？我一称她妈，她又种妈的种子了，是吧？种越多啊，越想去做妈，我一说老菩萨啊，种要去西方做菩萨的种子。哦，所以你看，一个称呼是不是一个种子啊？所以以后呢，夫妻之间生同修，到极乐世界去同修，你说我爱人，那就永浴爱河了，所以一个称呼啊，它是有力量的。所以这一点呢、啊，我也刚好有机会啊，老和尚呢，他都结交啊，比他年龄大的朋友，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来看《了凡四训》说的：“举凡年高、位高、德高。”事高啊，年长的人有人生阅历啊，包含有一些人他经历的事很多啊，读万卷书还行万里路啊，很有见识，这个都值得亲近啊。有一句话叫“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啊，你们有没有遇过亲戚朋友？你听他一席话，有这个感受的有没有？大家我们这个班叫群书治要实修班。当然群书因为这一套书啊，是从14000多册里面的古籍啊，挑68本。有66本的说法，那是把《三国志》啊算一本，假如算这个魏蜀吴都算，68本，不好挑啊。那挑了68本当中呢，又从68本挑精华，所以这个要是最重要的部分，治呢是治国，因为是给唐太宗看的。但是呢，我们老祖宗的文化是小大是圆融的，大道治国平天下，小道修身齐家，这个理都是通的。你看勤俭为持家之本，那请问勤俭是不是治国之本？也是啊，谨慎为保家之本啊。你不谨慎，出了什么事啊？这个家都毁掉了，一失足成千古恨呢、那谨慎是不是保国之本？一样的，这是相通啊。那实修班，这个我们院长定的名字因为院长很重视啊。实修，这个实是实实在在，学一句啊，做一句，修是修正，老和尚对修行二字啊，做得非常好的开解，修行啊叫修正行为，修正错误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把它加以修正，叫修行了。那我们随着早上的课程呢、我们也在学一句，做一句。比方说这个老人家，结交啊，都是比他
年长的，啊，就像朱子治家格言说的，“趋至老成，吉则可相依。那我们回去之后啊，要多交一些年长，啊，有见识的，啊，这些朋友，哦，那这个我们就是学一句啊，好好去做了。哦，那陈德听了院长这一堂课，啊，有很多感触，啊，看到啊自己跟老和尚的距离，啊，老人家可以读书啊，读到，哎，天亮了，啊，我已经50多岁了，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差距很大，哦，哦，当然，啊，有一句话叫"目贤呢，当慕其心"。为什么孔子可以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他为什么读书那么认真？他的心境是什么状态？啊，我很想发愤忘食，为什么提不起那个劲？哎，那老人家、老和尚为什么可以读书读到天亮？我们做事啊，都有一个动力在呀、啊。哦，这孔子、佛陀啊，老和尚啊，他们呢很慈悲呀、啊，利众的心很切啊。他早一点有智慧、有德行啊，哎，跟他有缘的众生就能得利了。哦，所以他们的好学啊，哎，是不需要人家去督促的。哎，假如我们的学习呀、啊，还要人家督促啊，那可能我们利众的心呢、啊、还不够了。哦，所以为什么学习的次第首先是发愿？啊、哦，是很有道理的。那《大学》里面有讲啊，知止而后有定。我们的思维啊。常常是定不下来的，啊，这个我们要自知、自我关照，啊，在境界当中，心能不能定下来？啊，当我们的心不定的时候啊，我们去处理任何的事啊，都不是最理想的状况，啊，甚至会下错决定，说错话，后面还要来收拾。哎，所以不是你今天花很多时间去处理事啊，就是事情处理好，是我们的心要很定，才能把事处理好。现在人为什么活得这么累？哎，这是值得我们观察的地方。啊，现在人生活节奏很快呀，啊，心都比较浮躁不定。每天又要处理很多事，又处理不圆满，后面还要再应对，恶性循环。每天有处理不完的事啊，觉得越活越累。忽略了是心去处理事啊，怎么让心处在安定的状态？心去办事儿，心去写论文哦。心是根本啊，是吗？心去做决策的哦，心去说话的哦，这个心不定了，啥事都办不成。而知止而后才有定哦。哦，所以李炳南老师啊，开解这个知止啊，开解到呢，我们呢要找一个你最佩服的人。比方说，你找孔子，啊，你面对任何境界呀、啊，你就思维，孔子会怎么说？孔子会怎么做？哎，我们的念头啊，就不会被情绪一直拉着走，习惯拉着走，哎，形成这个态度了。啊，我现在止于啊，
孔子这个榜样。哎，那我们就会常常用温良恭俭让啊，来关照自己了。哎，相不相应啊？当然，这个支持啊，最好只在我们最佩服的人、最信任的人。那承德自己呀，哎，最信任的是我们师父上人。哦，那自己要思维事情，要做什么事呢？哎，老和尚会怎么考虑啊？会怎么说？会怎么做？哦，大家，我讲到这里啊，大家有没有浮现早上啊，院长谈到老和尚的一些事情？有没有浮现出来？啊，有没有骂不还口？啊，什么打不还手？哦，而且跟韩馆长相处多久啊？30年哦。哦，韩馆长脾气这么大，都能忍住哦。哦，那我也常跟同学们共勉哦，就是老和尚都要这么修才能成就啊，我们要不要这么修？我们的根器还比不上老和尚呢，老和尚都要这样才能成就了，那我们假如不守，那就没门了。哎，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啊，被我们遇上了。好，那我们想一想，我们遇到老和尚啊，是不是偶然的？啊，一听他老人家讲经，很欢喜啊。啊，我有听过同修说，老和尚的口音很重，哎，奇怪了，我怎么一听从来没有觉得有什么口音啊？哎，但是特别奇怪，我到安徽去啊，哦，那在庐江的时候，老百姓讲话我基本上听不懂，奇怪了，这个就是老和尚啊，已经生生世世啊，来度我了，随族于我，心无战舍啊。哦，所以他一讲话我就亲切了，所以不能再辜负他老人家，这一次给我讲了60多年的经啊。哦，我们遇老和尚啊，也是离不开因果哦，哎，过去生跟他老人家有缘哦。哦，遇到他老人家，是我们这一生了脱生死的缘成熟了。哦，这个我们要掌握住哦，哦，而且我们真正要有所成就那从儒家来讲，啊，子张问善人之道，啊，子张问了善人怎么修圣贤之道，孔子说了，不见机亦不入于事。机是行机啊，你踏着他的脚步，才能登堂入室。哦，所以我们现在依止老和尚啊，要踏着他的脚步哦，效法他怎么说、怎么做哦，才能入境圣贤的境界哦，佛菩萨的境界哦。啊，从佛家讲。从名师受戒，哎，也是要从明白的老师，依照他的教诲，这个戒是教戒，去做，那这个老和尚守三个条件，这李老师开三个条件老和尚守三个条件呢，得清净心了。啊，请问大家，我们要不要守？是你们点头了，我没有逼你们哎，成年人没有办法被勉强，成年人你勉强他适得其反，他会有一个心态，哼，我偏不要，
啊，你硬拽他反效果啊！啊，其实啊，不要说成年人了，啊，十几岁啊，有思想了啊，这个时候你就不能硬拉了啊！哎，你拉他啊，他不会有记性的时候可以拉。哎，什么事都有时节因缘啊，时节因缘过了，不能强求啊。好，好，这个是一开始跟大家谈到啊，这个资质啊，我们止于老和尚的风范啊，他怎么考虑事啊，怎么说话啊，怎么做事好，那这个应主啊这一段话。这个对我们呢，在一切境界当中都能自我关照。哎，我现在用的是不是真心啊？啊，所有的经教从理上都是指导我用真心啊。哎，事上，哎，今天有这个情况啊，原因出在哪？形成这个习惯的关照。那我们面对境界呀，就是清楚的，不是迷迷糊糊的。哦，这个学圣教就是要学觉悟，觉就是清楚，不是迷迷糊糊的。哦，你看《格言别录》里面讲“功深明”，啊，大公无私；一有私心啊，看事就不清楚了。诚深明，真诚。你看事情才清楚。今天我们假如对亲戚朋友啊产生成见了，你看他就会偏。哦，你盯着他一个缺点哦，慢慢慢慢那个缺点就看放大了。哦，所以我有一次好像是在珠海演讲的时候啊，因为有来珠海的朋友，我当时候把老和尚教的“夫妻白头偕老”一句真言。只看对方的优点，不看对方的缺点。哎，台下有一个女士啊，喊得很大声，没有优点。哎呀，这突然有人在台下喊这么大声呢，我们在台上也得定定心啊。我当时有念了阿弥陀佛几句啊，但是不能念出声来啊，要心里默念。不然人家以为你在骂他，是吗？任何动作不要造成误会啊！哎，这个也是面对境界要清楚啊。你的一个动作会不会造成对方误会了？哦，当时我定定心了，我突然有个灵感啊，就走到台下去，走到他面前啊，我说：“这一位女士啊，你先生一点优点都没有。”你还敢嫁给他？你真是有佛家地藏菩萨的精神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哦，所以你看，你存个成见了，他就一直放大了啊！其实是很多优点的啊，所以真诚才能声明。心上啊，不要放别人的不好，就会形成成见。哦，老和尚说，最傻的人就是把别人的缺点放在自己纯净纯善的心中。哎，南彼得今天天气很好，把心里的垃圾清掉是好时间到了。所以大家可不要再把垃圾带回家里去都把它清掉。好，还有从容声明啊，你举止啊，动作从容啊，你一慌啊，看事情就不清楚了。哦，所以你看古人这些教诲都非常好。我也听到啊，有同学说了，说我对别人呢，对一般的人呢。都不会发脾气呀，怎么对我家里的人
这么容易发脾气？哦，哎，那这个同修问这个问题呀，请问这样的情况多久了？一天吗？我看不止了，听他的口气啊，可能几年都有可能了。哎，一个修行人呢，是要觉哦，在哪里觉？在每天发生的事情啊。假如今天我的问题出在哪，我不知道，保证明天或者以后都会再发生哦。要把原因检讨出来哦。哦，所以这个群书治要教诲当中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哎，我今天要总结这个问题出在哪，原因出在哪，我下次就不会犯所以我们看自己的心啊，要看得深入啊，从心源隐微处，默默洗涤。就在每天发生的境缘当中啊，观心为要，关照念头。啊、哦，比方说，哎，今天家里的人做了哪个动作，我们火气上来了，你又来了。哦，别人只是缘哈、哦，不能说都是他让我生气的，啊，这个叫外行话啊，中华文化是内学。禅门有一个公案，叫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也不是他动，是自己的心动了，被境界转那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动作，情绪就上来？因为我们在前面的事情里面落了很深的印象，所以相似的动作一出现了，我们的情绪就上来。哦，那我们就情绪做主了，不是真心做主了。真心是什么？应无所住。所以我们的心装了太多过去的东西了，有住了。啊，过去心不可得。过去的事啊，不能污染我们的心。啊，过去的经一事长一智了啊，不能放在心上。哦，包含付出放在心上，啊，那佛菩萨是坐而无坐，他付出了没放在心上，哎，可是我们一付出了，一放心上会怎么样？哎，谁谁谁有没有看到我的付出？啊，我都付出这样了，他怎么没有一点 feedback？是吧？你情绪就上来了。所以因还在自己身上哦，别人只是缘，我们的情绪是一个果相。哦，所以你看因果在哪？就在我们每一个心念呢。我会起这个心念，是果，前面有因哦。我现在用这个心念是因哦，会招来未来的果。不能小看念头。一念一轮回哦，一个念头就是一个种子哦。前不久啊，在马来西亚遇到一个妈妈，哦，我看到她现在当妈妈真的挺辛苦的，因为孩子在学校遇的境缘也很复杂，结果她孩子玩手机呀，被老师没收了。老师啊，就打电话给妈妈，就把这个情况一说了，那这个妈妈呢就说，哦，老师好，你可以，你可以收这个手机，结果呢，他的儿子啊，在旁边听他跟老师通话，结果听完这个电话呢，哇，他儿子就跟他对着干。他就很无奈呀，为什么孩子自己犯错了，态度还这么不好？他很痛苦。
结果我就问他，因为有果必有因嘛。我说，当孩子的老师打电话给你的时候啊，你虽然言语上啊，说，哦，老师，那你可以说啊，哦，可是你心里是什么状态呀？他说：“我当时接到，太好了，活该。嗯，终于被收了。你看这个心念呢，孩子能不能感觉到？可以，不要小看心念我跟这个母亲说了，当时啊，假如你的心境接到老师的电话，说老师啊，太对不起了，是我没把我的孩子教好。”啊、哦，我诚心跟你道歉。你是这样的话讲啊，可能你的孩子听完之后，结果是不一样好，那我们针对啊《群书治要》当中啊谈因果的部分，因呢是心念的善恶。哎，其实啊，这个善就是应该做的事是善，符合义的事是善，符合自己真心心性的是善，违背的是恶，所以《太上感应篇》说的“是道则净”，这个道，哎，善道，这个道是，哎，跟真心相应了。啊，非道则退，这个跟真心不相应的，违背良心的，哎，这个不能做了。哎，善恶是因，果会呈现什么呢？哎，吉凶、祸福、灾祥、治乱、安危、兴衰、存亡。在《群书治要》当中啊，这些句多啊。举个例子啊，我们就不翻书了哎，大家立个目标这一个礼拜啊，把360句看完。这个不用打勾勾了我讲了有点心虚，我也没全部看这个教学者。要以身作则不能常常要求别人自己不干无常安之果没有，常常都是长治久安的国家也没有常常都是很好治理的人民得贤者则安昌，你得到一个贤德的人呢，哎，这个国家就治理好。哎，你失去一个很好的臣子了，可能这个国家就危险了。所以中庸说的“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所以一个团体里面呢，这种栋梁之才啊，决定安危。哎，我们举一个例子。唐玄宗，我看大家的表情对他不是很熟我再讲一下杨贵妃，哎，我大家比较熟唐玄宗开创了开元之治哦，比贞观之治的时间还长哎，你看他了不了，哎，了。他是不是很了不起？我好像有点绕过，了不了不起？不简单吧？你看，我们要干出他这番事业，我自己很掂量掂量，我干不了。可是你看，他成就这么高的盛世啊，可是。唐朝也差一点毁在他手上呢，
你看这个助缘有多大，多重要，总在遇缘不同。那个隋炀帝啊，这智者大师在的时候啊，哇，爱要佛法。你看智者大师一圆寂了，啊，没有这么好的缘呢，就偏掉了。那因为唐玄宗当时候用的这个臣子含羞啊，张九龄啊，那都是有道德学问的大臣。所以国家治理了，哎，结果后人感叹呢：“九龄已老啊，张九龄太老了，走不动了，含羞死了，啊，明朝不复谏书来了，啊，没有劝谏皇帝的，这个，奏折过来了，啊，结果又出现了李林甫啊、杨国忠这样的臣子了。”就衰败好，所以这是安危那后面呢，我们还会再多诠释这部分这里我们举了一句一也者，万事之纪也。君臣上下亲疏之所由，其也。治乱安危之所在也。务求于他必反人情这个人情也做必反于己于己的意思。这个义在八德里面这个义字义者已也，中庸讲的，就是应该做的人无伦外之人学无伦外之学，所以五伦呢，这个大家一直在看 PPT 我讲话的时候可以看我，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是文言文不是一看就懂好，五伦十义，你看十义。那个就是本分应该做的，所以《大学》有说了，为人君止于仁，这个就是在君臣当中啊，为君者应该展现出来的德行，道义，五伦十义嘛，就仁慈。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所以大家看这个义字啊，是万事的纲纪的。哎，它产生，你看君臣上下就是长幼了。甚至于父子啊，这个都属于上下咯。你看亲疏关系，然后呢，各自本分的起点，你看所由其也，这从义啊延伸出这五伦，我们应该尽的本分，那你尽了本分了，这个家这个国就安定咯。哎，不尽本分呢，这个家国就要。乱了，有危险了，所以是治乱安危之所在也呀。所以这个成败呢，务求于他人应该是反身反省，我有没有尽到我的本分，尽到我的道义了？好，所以这一句是。万事之纲纪等于你所有治乱安危的关键都在有没有尽这一份义了。好，这个我们说天时不如地利啊，地利不如人和
啊，你没有尽这份道义啊，人心就会离散了。周公呢，送他的儿子伯禽鲁公啊，去鲁国当国君呢，啊，这个在《群书治要》里面都有啊，在《微子》第十八说到了，君子不失其亲啊，这个 PPT 没有哦，不使大臣怨乎不已，故就无大过则不弃啊，无求备于一人，你看他这种情义很深哈。就提醒他的儿子哎，你去治理这个国家，不要让亲人感觉被疏远了，要有人情味啊！我们老和尚说的要家文化，才能团结人心呢。所以我们院长听到同仁的亲人要来，very welcome 啊，有这个用法吗？有了哈，好像比较不常用。Thank you so much 所以自己不是很专业的，我看还是别念比较好，要 有自知之明哦。那你看他提醒的都是。这份情谊，不使大臣怨乎不已，不要让曾经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大臣埋怨，你都能体恤到他们的心，念他们这一份恩情，虽然可能他年纪大了，不能委以很重的工作，但是也不要让他感觉。他觉得我好像什么都没用了怎么国君都不用我了都拿捏这种分寸故旧那老朋友没有犯什么大的过失不要遗弃他们然后无求备于一人，不要求全责备他人。你看这个义字合情合理合法。不能太苛刻了，那就太过了。拿捏好，不能过，不能不及。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因果重要性。我们认识到它的重要性首先用来护念自己，进一步呢，护念亲戚朋友。你看我们教学的人早一点教因果，就护念所有的孩子了。《论语》当中有提到“五十而知天命”还没有50岁的，请举手一下。好，你们有机会还没有50就知天命啊！这个天命有注解讲到，就是生性因果，天命就是因果。你看《论语》另外一句话讲了，这个君子有三位，敬畏。第一个是畏天命，就敬畏因果。他深信因果他不会乱起念头他不会随便讲话的，这有敬畏心。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哦，这个后面还会讲到。你这一句话不善，全国百姓都回应回来这我们待会再举例子。所以言行一言一行，君子之枢机哦，就像机关一样启动这个枢机一发，荣辱之主。你这一句话出去是招来光荣还是侮辱就定喽。所以这个深信因果很重要。
这个在佛门呢特别重视啊，因为所有的事不离因果两个字。哦，那请问诸位仁者，你们深信因果吗？深信哦，有没有拍下来？点头的拍下来一下啊，可以成为呈堂共振啊！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啊，你8月的时候啊，今天是8月26号了，你8月份有没有心情不愉快的时候？有没有？有，那你还说你深信因果？所以要检查的是吧？哦，你的心深信因果，你不会有情绪。你不止不会有情绪呀，人家骂你，哎呀，无债一身轻，阿弥陀佛。对呀，啊，哎，债还掉了，深信因果啊，啊，随缘顺受啊。哦，我那一天呢，遇到一位农夫啊，哎呀，我很佩服他深信因果。哦，我也体会到啊，不能轻慢任何一个人。人家种田的哈，啊，穿着一看就是农夫的打扮呢、就想到六祖说的“下下人有上上智啊，上上人有没意志啊，没意志就是愚痴。”你处在最高的位置啊！你看皇帝也有很愚痴的，他只是有福报啊。那扶不起的阿斗啊，智慧也不够啊。他是一国之君啊，上上人有没意志啊，所以若轻人则有无量无边罪啊，所以不能轻慢。你可能在那里扫地的哈，是武功最高强的是吧？啊，这个天龙八部有啊。你都不能轻慢哦，哦，那他很谦卑啊，哎，结果我们跟他聊的时候啊，他就说了，一个人表情啊，有一点不悦，就是不信因果，哦，然后呢，他这个啊，有人呢、啊、去帮忙他做销售啊，然后呢，那个销售的人就生烦恼了。啊，他就把他找过来啊。他说：“这个啊，因为他产了5万斤了啊，5万斤的粮食。他说你帮我卖5千就好了，难吗？哦，那这个销售人员说不难不难，因为这个销售人员一直在想我怎么卖5万吧，哈。现在一说卖5千，也说不难了。啊，那老板。”那接下来45000斤呢？他说：“你卖不出去就送啊，全部把它送掉 送还难吧？” 他说：“我只能卖5000，就是我的因果啊，我要多种一些因啊，赶快都把它送掉了，那我就越来越有福报了。”哎呦，你看，我觉得他是老和尚的好学生 哦，然后呢，这他曾经到啊，有钱可以把可以松土啊、哦，松完土了，没钱买种子，啊，他就交代消息来松土了，啊，人家说老板啊，你又没有种子，松什么土啊？我现在有钱松土，我就松土，哦，等我有钱买粮食了，我再种嘛，啊，我现在能做到哪，我做到哪嘛。哇，真是乐天知命啊！哎，结果松完土啊，就有人跑去问他家里的人说：“哎，啊，你们家松土了，怎么不种啊？”他说：“没钱。”哎，隔天就有人出钱了，帮他买种子了。哎，哦，然后还你看都有考验了，考验我们信不信因果啊！啊，又有一次。啊，他这个帮他，做销售啊，管钱的人又来了。老板啊，在5天呢、啊，发薪水了，啊，要发10几万呢、
你现在账里面才5万块钱啊。他说还有5天，不着急啊。哎，过了3天呢，啊，有人打电话给他了，哎呀，我这里刚好啊，投资啊，哎，现在刚好有闲钱70万，先放你那里好不好？你先拿去周转哈，用，就放他那里，好了，没事了。哦，从几十亩开始种啊，现在种到啊2800多亩了。啊，听说今年呢、啊，人家越信任他，可能要到7000亩了。而且他的愿是什么？所以啊，他也证明给我们看了、啊：皇天无轻啊，常与善人啊，唯德是福啊。天道无轻，常与善人。他的目标就是，他种出来的有机的。啊，没有公害的粮食，天然的价格啊，要跟市价一样，所有的平民百姓都能吃到他种的东西，这就是他的愿。哎，好，所以啊，他是我见过啊，深信因果的人。好，所以我们自己要检查检查。啊，你看《了凡四训》说的，啊，无过咎而横批恶名者，哪怕你没有过失，人家侮辱你、毁谤你，也不是坏事哦。子孙往往作发，有的话骂你是消业障，没的话骂你是把福报给你。所以这些道理想通了啊，不会郁闷的啊，事事是好事。人人是好人呢、我们老和尚是学华严的、哦，大家知道吧？哎，我们跟着他老人家，要像他老人家嘛。他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真的是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哦。我们觉得晴天霹雳的事啊、哦，他老人家都在这些境缘快速提升了、哦。所以，外面的境界根本障碍不了我们，都是来成就我们的，都是我们的真上缘的。大家观察老和尚离开台湾，快速提升了，在新加坡遇到境界也快速提升了，写了两句法语哦：处逆境，随恶缘，无嗔恚，业障尽消。随顺境，处善缘，无贪痴，福慧全现。啊，所以一切境界都帮我们福慧增长，业障消除，都是好事了。哎，我怎么没看到你们露出笑容来？我刚刚的话，假如随你们的心入进去了，就会很自然。不能。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底下的表情，真的吗？真的吗？好，这样就不相应了啊。好，那这个我们了解到它的重要性啊，就会拿来自利利他啊。清朝周安世先生说了：“人人信因果，天下大治之道也；人人不信因果啊。”天下大乱之道也。这个很精辟老和尚讲了，人懂得伦理道德啊，他耻于作恶，他有羞耻心了。人懂得因果啊，他不敢作恶，有敬畏心。而且这个因果还通3世哦，结果现在不信因果了，不信有来生了，他就什么都敢干所以现在这个因果教育啊，对家庭社会啊，真的是10万火急的教育啊，要赶紧这个及时雨呀，要撒下去了。好，我们亲戚朋友啊，一有缘呢，谈谈因果教育。
啊，当然了，先从他现在很关心的、遇到问题的啊这些点去谈，比较其他的鸡啊。所以印祖讲了，因果者啊，圣人治天下，佛度众生之大权也。度众生呢、啊，善巧方便的方法。哦，所以老和尚也提到了啊，他们小时候有看过《地狱变相图》，在这个城隍庙啊，承德自己成长在高雄啊，我们高雄有莲池潭的龙虎塔，那个龙虎塔啊，那个龙啊虎啊很长啊，我们走进去啊，要走好几分钟啊，那个墙壁上就是《地狱变相图》。小时候看过这个都有敬畏心了，好，那《尚书志要》里面提到的，禹曰：“惠敌疾呀，从逆凶，为影响。”啊，大禹提到呢，这个惠是顺，敌就是天道啊，其实就是真理了。我们顺着天道而行啊，吉就是招来吉祥啊，违背天道就从逆，就招来凶，招来灾殃了啊。所以吉凶的报应啊，就像影子，随着身体啊，响声呢啊，回响应着声啊，这个。这是用两个自然现象来比喻啊，吉凶祸福的现象啊。在清顺治5年3月23号，你看古人记东西记得很清楚啊。这个故事是在老和尚推荐的《道德丛书》啊，这一部书啊，希望各地都有。真的编得非常好，而且都很短，才2、3行啊，就是一个故事。其中有提到啊，在这个江苏江宁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回教徒啊，哈九啊，他办了一个客栈啊，结果有客人来吃饭，吃完呢，漏了50斤没带走，哦，后来他们把他送，追着这个客人啊，哎，送还给他了，啊，结果这个客人拿着这个50斤，失而复得嘛，啊，他是要过河，结果他就看到啊，河中啊有船翻覆了，他心里想，这50斤也是失而复得啊。那就来做好事吧。哦，说谁能救一条命啊，赏50斤。哦，这渔夫啊，就赶紧去救人，最快的速度了。结果因为可能比较急哈，那个情况很快速发展，只救了一个人。救了谁呢？哈九的儿子，刚好在船上。哦，所以你看这个善恶报应啊，如影子随形哦，啊，如这个啊那个回声呢，顺着那个声音就回来了，哦，这是一个例子啊。另外呢，还有一个例子，啊，有一个官员啊在监狱里面啊任职。啊，结果他的一个同事啊，起了歹念了，啊，因为他没有关女犯人，啊，要非礼这个犯人呢，这个官员比较正直，就把强力的阻止了他，啊，这个同事，啊，等于是救了这个女子了。结果他是晚上阻止的，当天晚上啊，
他的女儿已经出嫁了，家里遭小偷，来了两个小偷，其中一个小偷啊也起了歹念，要非礼他女儿，被另外一个小偷阻止了。大家想一想啊，假如这个官员当时候没有及时行这个善呢、啊，哦，那这个可能是另外一个结果。你看，当天同时交感的事情啊，啊、哦，所以有两件事不能等呢、啊，一个是行孝啊，一个是行善。哦，你早一点行善呢、啊，有可能这个善力啊，就帮助我们自己，甚至于我们的家人团体啊。逢凶化吉掉了，哦，啊，因为它感应很快速啊，所以很重要啊。我们再看第四句，啊，为上帝，啊，下一句哈，好，阿弥陀佛。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啊，这是训练我们要专注。好啊，专注是禅定的前方便。哦，什么时候练专注？Anytime, anywhere 啊。好，这一句经文就是讲到啊，无常呢，就没有。没有一定啊，就是上帝没有亲疏贵贱的分别，所以赐福啊、降灾呢，都没有一定的门路这个就跟《太上感应篇》说的“祸福无门”，就这个福场，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哦！你看，刚好这两句跟《太上感应篇》很相互呼应啊，如影随形的。好，所以对于做善降之百祥，做不善降之百殃，行善的人赐予给各种吉祥，作恶的人降给各种灾祸。好，所以唯德王小，万邦为庆。这个行善修德不怕小啊，即使是小善小德啊，天下人呢也会感到庆幸啊。你虽然不能在相上看大小，你是出于至诚心啊，有可能感动全国啊。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节目《感动中国》？大家看一看。这些感动中国的事例是不是轰轰烈烈的？不一定哦。哇，你看浙江杭州一个吴菊萍，一个孩子从好高的楼掉下来，你看他穿着高跟鞋冲过去，在过程就把高跟鞋都脱掉了，把这个孩子救下来，他的手啊粉碎了。哎，结果啊，这个杭州政府呢，就在他们有名的广场上竖了一个雕像，一只手，哦，然后手中有一个小孩，啊、哦，你看他这个行为就感动全国了，哦，你看这个万邦为庆啊，哦，所以他们社区啊。发生这件事之后啊，整个社区人心都变了，都被他的道义感动了。哦，偶尔有人起一点口角啊，旁边的人说：“那吴菊萍不惜生命去救孩子，你还有什么好吵的？” 哦，那包含白方礼老先生，他的钱也不多啊。可他注视至诚，为下一代的教育着想，哇，那感动的人可多了。我们听这个故事，真的啊，听白方礼老先生不哭着，不仁慈。哦，好。
哦，算，而为福德广大，罪绝中。苟为不得无大，必罪失宗庙。此伊尹至宗之训也。哦，那这一段话是贤相啊，伊尹说的，也是他出自啊这种啊忠臣之心啊，希望能够劝导更多啊国家的领导者。所行不善啊，虽然啊，这个不得无大，就是你所行的不善，虽然不大，都有可能会导致亡国啊。这个我们待会后面有因小果大你可能这些生活种了玉，看起来小，慢慢在发展，可能国家就灭亡了。好。这个第二呢是因果的体现。因果呢不仅仅是善恶报应，生活中啊每件事情都与因果息息相关。比方弟子规说：闻过怒，闻欲乐，损有来，亦有去。我们的这个态度。闻过怒的态度了，那朋友离开了就是果了，这是因果。闻欲恐，闻过心，这是我们的态度了。质量是见相亲，所以有好朋友来顾念劝谏，这也是果了。所以这个生活中每件事啊，都没有离开因果好。这一节课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谢谢大家。承德法师的授课，大家请起立，感恩老师，向老师致谢，一鞠躬，起，掌声恭送法师先行休息。尊敬的主教授贤伉俪诸位贵宾诸位家人，大家下午吉祥，阿弥陀佛。我们刚刚讨论了这个因果教育的重要性接下来我们探讨因果的体现首先在自然界。其实我们人事也都包含在自然界里面的，所以从事农业耕作的人呢，比较能体会到因果，道法自然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小时候应该都有做过种绿豆，种红豆那这个是个因，它还要有助缘，所谓万法因缘所生。助缘要可能要浇水，可能要有阳光，空气，有土壤，这一些缘，它慢慢成长，甚至可以又结了红豆、绿豆。这是万法因缘所生。那佛门这一句"万法因缘生"呢，其实就包含一切喽，万法嘛。那这一句呢，其实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了。所以这个传统文化这些教诲啊，有时候一句话就很管用哦。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体会的深入，把它用在当下。
比方现在忧郁症的人不少，忧郁症是个果相哦。那什么因什么缘造成的？哎，能把它分析出来呀、啊？那要解决、改善这个不好的结果，那就不是太难喽。当然，这待会我们也会体现这一点的，就是解决不好的果相啊，要越早越好，拖得越晚呢，越麻烦。哦，你看，从治病的角度，啊，这个全资料里面也有啊，扁鹊啊，他有三兄弟嘛，啊，结果这个老三啊，因为他把很多病得很重的人治疗很有效果啊，所以人家说他是神医了啊，医术很高，但他家里三个兄弟都是医生呢。啊，结果国王问他：“你们三兄弟谁医术最好啊？”他是老三，他说：“我哥哥老大医术最好，还没有病症的时候啊，就已经把他调理好了。”啊，所以他的名气呀，不会出我们家。啊，那我再来是我二哥了，他的医术呢，是稍有一点症状啊，他就把他调好了。啊，所以他的名气呢，不会出我们家那个巷子。啊，那他的医术是啊，可能病人很严重了啊，他还得开刀啦，还得做哪一些做法啦。啊，那个是病严重之后治疗的。啊，所以在中医强调的是，不治已病，治未病。用在政治上啊。不治已乱，治什么？未乱。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人感觉好像面对一些事，我们都会觉得很无奈，都觉得哎呀，要解决这个问题好难的，往往都是事情拖太久，我们才觉得它有问题，哦，而不是见微知著啊，而没有防微杜渐呢。哦，所以这个观念在群书资料里面也是很强调。好，那我们刚刚是以忧郁症的问题，那它的因跟缘呢？其中有一些调查显现，就是因主要在家庭成长的过程，可能种下一些负面的情绪在里面。啊，包含比较严重的就是可能否定自己，啊，觉得自己不重要，啊，有时候我在成长过程，可能我们当父母的人没有站在孩子的角度上，我们可能觉得，哎，我很忙啊，孩子应该理解呀，那是我们的角度，那孩子可能他会感觉啊，妈妈都不在，是不是嫌弃我了？他会产生这种心境，我们又不够敏锐，又忙。其实人有时候忙了之后，心呢、啊、不够安定，很难感觉骨肉，感觉另一半的状态。好，那当然，往者已矣啊，来者可追啊。那只要我们把好的因放下去，助缘放下去，他的症状就开始改善了。哦，这个，哦，我们哎，杨医师，啊，他，哦，这个，啊，他也给我们表演了转烦恼为菩提，啊，因为他的女儿啊，曾经也有出现忧郁的症状，哦，那他当父亲当时候就展现那种无条件的慈爱，哈。哦，反正女儿可能成长过程中啊，其实父母本来就很爱她，但是因为有一些孩子自己理解错了，哎，父母又没有及时沟通，可能放在心里面呢，产生一些作用了。
哦，而且更难得就是不止全然的爱面对自己的女儿，又想到可能还有很多人有这个情况，哦，所以他就大量的去找相关的资料，然后看怎么来改善。然后后来我们还专门有一堂课程呢，就是忧郁症的探讨，这个是我们杨医师的愿哈，从女儿的一个情况能够转成一种愿力，那我们当时候探讨，其实要解决这些事情啊，都要多管齐下，可能从身心灵啊，这些，角度啊，都可以去努力，你更多好的因缘进去了，它改善的情况就越快了。好，这个部分可以让杨医师在到时候您的课的时候再现身说法一下。好，那这个是举一个例子。那其实所有的事，我们觉得它不理想的结果，能洞察到因在哪，缘在哪，慢慢都能改善，所以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了，所以有佛法就有办法，大家有信心吧？这一句"万法因缘生"我们就可以用在一切处了。第二呢是天人感应，佛家有一个词叫依报随着正报转，这个天呢也可以延伸到大自然，是依报。随着人心，人的心是正报转。那第一句里面《尚书治要》提到的"作善降之百祥"，人心作善招感来的，大自然是降之百祥；做不善就降之百殃。那这一点呢，应该我们这几代人感触就比较深了。现在灾难的频率啊，都在增加，根源在哪？那不能说那都是天灾了，跟人没关系了，那没有把根本找到了。那没有找到根本就改善不了了，只有更严重而已了。在《楞严经》里面有讲到了，贪心感水灾。嗔恚心呢，感火灾；愚痴呢，感风灾；傲慢感地震；怀疑呢，感山崩地陷。好像近几年来都看到，突然哪一个地方就崩塌下去了，这一个大窟窿。好像小时候很少听到这些情况因为小时候毕竟是40几年前了，那时候人心都还比较淳朴当然，天下兴亡啊，匹夫有责了我们处在这么多天灾的状况我们自己呀。也要尽我们一份力，来扭转，所以老人家曾经提过，好像西方有学者提倡，这个8000人，他好像是什么总人口1%的平方根，这样的念力，因为西方科学啊，也在研究念力的力量。从佛门来讲啊，4个人见合同解呀，可以把佛法弘传到全世界。那佛法跟弘传，人心就转改变了。佛所行处，国义秋句。你们配合一下米不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
灾厉不起，国丰民安，兵戈无用，崇德兴仁，务修礼让，国无盗贼，民无怨枉，强不凌弱，啊，各得其所。啊，我们当时候啊，在庐江的时候，啊，真的可以感觉到啊，这个老天爷都是有情义的啊。啊，比方我们要给老人送敬老金，啊，80岁以上啊，70岁以上送敬老金啊，那到80岁还加送一个龙头拐杖。啊，当时候这个临近啊，天气预报下雨，啊，我们心里想，这个老人家都那么大年纪了啊，那他们要去领敬老金啊，要走到他村里面的某一个地方，假如下雨啊，那就有危险了，啊，所以我们同仁就跟上天沟通，啊，说可不可以晚几天下雨？哎，结果啊，临近旁边都下雨，就我们那个地方没下雨。哎，发完了，2天过后啊，下了好几天雨，啊，因为这个雨神呢，他是有责任额的，啊，他该下多少啊，他得下。哦，这个确实是可以感应的，天能感应。哦，那也随着我们呢，在做这些事，哎，信心也会增长。啊，包含我们种那个29亩田呢，哦，那个土地呀，很不好了，那个建筑垃圾一大堆呀。在那里整地的时候，好多钢筋水泥都挖出来了，啊，旁边的百姓说，啊，这个明年要种出东西来挺难的了，后来隔年呢，收获就很不错，啊，尤其那个番茄都长很大，啊，到那个我们晚上有绿色课堂，请老百姓吃啊，在旁边的农民说，可能是种的人有爱心。啊，这是他们下的结论。哦，你看这个土壤啊，甚至于是天气啊，甚至是鸟类啊，都会交感。哦，所以那边的鸟啊，都跑到我们这29亩地来筑巢，然后肥水不落外人田。哦，他们的黄金啊，都下在我们土地上面。哦，而且他们那个筑巢的高度都是我们碰得到的。他能感觉到你没有恶意，好，哦，所以我们有信心哦，这个佛经是可以真正落实啊，呈现出这样的社会景象。下一句提到了武王伐殷，啊，然后得到啊两个丈夫，啊，两个成年男子啊，然后问他说了。殷朝将要亡的时候啊，这个妖呢，就是有没有一些反常啊，很怪异不祥的事物现象出现啊？哎，其中一个人有讲到了，有啊，这个当时候呢，曾经下雨血、雨灰啊，我们现在好像冰雹。我下的那个很大块哦，啊是雨石啊，而且这个小的呢，啊就像锥子那么大，大的呢有像簸箕那么大，而且6月啊还下雪，深达1尺多，啊这是外在有这些很违反常态的现象，但根源还在哪？根源还在这个主政的人呢，可能没有为百姓着想，才会有这些情况。哦，所以下一句啊，我们看到这些古圣先王啊，
他们懂得这个天人感应啊，自然界。是医报啊，所以过去呢，这个汤王啊，他所治理的商朝呢，出现旱灾啊，他就会用六件事啊，自我反省啊。当然，我们现在学群书之要啊，这个每一句啊，我们要拉回自身来了。啊，比方说我们遇到一些不顺的、不吉祥的事，啊，我们能不能马上是反省？啊，假如我们能反省啊，那可能能转祸为福哦。啊，刚刚举的啊，杨医师，哎，他女儿这个情况，他用很正确的慈爱去应对她，甚至还有想到可能有很多人。那个祸就能转成福了，哦，所以因果是能转变的，可以变化的，啊，我们刚刚还提到，事事是好事哦，啊，你都用真心了，用对心了，就没有事是坏事情了，啊，首先呢，哎，正不结也的治理正事啊。有没有不符合法度？哎，你像国家也好，团体也好，都要有节度哦。哎，不能你是领导者很随性哦。啊，比方高位是不是都用了有贤德的人，还是自己顺眼的人就用？这个乾隆皇帝用了个和珅，是吧？对大清朝影响很大哦。这和珅很会迎合皇帝的心啊。哎，好，处高位一定是要贤德的人。哦，哎，再来俸禄啊，是不是都给有贡献的人？哦，官位是不是都给有能力的人？哦，你这样公平去处理了，哎，这个政治就安定了。哦，不然呢，付出多的人都没奖赏，那谁肯出力啊？哦，这个无德的人在上位啊，那老百姓就遭殃了。再来第二件事了，哎，一时百姓，哦，过度了吗？因为很多国家功臣呢，那还是要百姓来一起服这个劳役才能完成，但是呢也要适度尤其不能在因为当说是农业时代呀他在农时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出来做公共工程呢，他误了农时，他可能今年就没有收成，没饭吃了。好，哎，公事容也，是不是宫殿呢建得太奢华的呢？女业甚也，这个得势的这些嫔妃，是不是静言干政形成风气的呢？这个居，这个包居行也。包居是指贿赂，是不是盛行了？因为贿赂啊，整个政治就会腐败了。谗夫猖野，哎，进谗言的人，是不是太猖狂了？从这六事啊，哎，来反思哎，那这个态度，我们真的能学到了。那就在遇到不吉祥的情况，都能认真反省，这个就能转老和尚也有讲过最佩服老祖宗的
八个字啊，这个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在老祖宗处世的智慧当中，老人家点出来最佩服的这一句啊。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维，假如我们遇到事不反求诸己了，那会怎么样？那会找别人毛病呢？哦，那这整个心态不同啊，事情的发展就不一样了。哦，所以我们修学之人要很敏锐啊，哎，我这个心境会延伸出家庭什么气氛？虽然是无形的哦，但是存在的哦。好，比方你到一个新的单位，啊，他们的人都还没讲话，你能不能感觉到这个团体的状况？看他们脸上没有一丝笑意，哦，你就可以感觉到他那无形的气场。哦，还是你一进去，哎，每个人都对你微笑，哦，他还没讲话哦，你已经感觉到那种气氛了。古人留了两句话啊，各自则天清地宁，各乡则天翻地覆，一念之间哦。我们不是反省了，开始指责了，哦，那有因果啊。我们指责别人是因啊，别人指责我们就是果了。他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哎，都是因果啊。人恒敬之，所有的事都没有离开因果两个字。啊，我观察，人啊，现在常常会很痛苦，好几天的，就是别人不理解你，就会难受得不得了，尤其是什么？你最在乎的那个人，是吧？啊，这个时候你有没有悟到“诸苦皆从贪欲起”？你就看破放下。啊，孔子有说：“人不知而不愠，要练的。人家不理解你，你能不难受？啊，甚至于觉得，嗯，他在考验我，让我放下这个执着。”啊、哦，古人留了一句话叫“女为悦己者容”，这有没有点出女人的罩门？是吧？哎，哎，这句话有点深，是吧？哦，这个女人，你看，哎。他遇到很欣赏他的人，他就像春天的花朵一样，啊、哦，然后做什么就希望赢得他的肯定，啊，假如他最在乎的那个人不肯定他，他就蔫了。哦，所以这个，好、哦，我感觉啊，这个都是。修行路上啊，要考的题目啊、哦，所以当别人不信任我们的时候啊，我们不能求起一个贪求的心，去求别人要信任我。念头很细哦，只要有求，皆苦。哦，所以三苦八苦啊，这个其中一苦啊，最厉害、最普遍的。求不得，你把求的心放下，你就离苦了。啊，好、哦，深信因果的人就不贪求了。啊，人家不信任我，啊，哎，我先信任他，我先做出值得他信任的行为出来，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自己不会生怨气，啊，因为你都要求自己正己，不去要求他，他也不会怨你。
往往人家怨我们是要求自己很轻松啊，都苛责别人，人家当然怨哦。好，哦，那这个能各自责了，就天经地义啊。一反省啊，对方的善根可能被调动起来，就互相都在反省。第三呢，这个人伦的相处啊，哎，也会体现因果啊，也是体现感应。啊，能感是因，所感是果。啊，《孟子之要》里面提到的，啊，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啊，领导者啊，把下属啊当做自己的手足，则臣视君如父兄。”啊，下属把领导当作心腹一样。君之视臣如犬马，你把下属当作犬马一样使唤呢，则臣视君如国人，他看你就像一般人一样而已了。下了班，在街上遇到你，不愿意跟你打招呼，啊，我已经下班了，哎。哦，君之视臣如土芥，啊，你把它当啊灰尘、尘土、草芥一样，践踏它了。那则臣视君呢，如寇仇了，他把你当强盗、仇人一样对待了。哎，好，哎，你看这个是在。君臣的伦常关系中的因果感应了。哎，下一句是父子之要啊，这里面有几个伦常在里其中啊。哦，夫信由上而结者也。啊，其实啊，这种诚信信义啊，往往是你处在上位的人来带动啊，哎，他就很容易。带动起来，当然不是下位的人带动不了。下位的他从因缘来讲，他就比较辛苦，但也有可能达得到。举个例子啊，因为老和尚强调儒家有三宝：君、亲、师。啊，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啊，当然我们也不能着相啊。哦。这个一着相了，哎，我又不是领导，我还没当父母啊，我也不是老师，这都跟我没关系。啊，要抓住那个精神哦，不能着在相上学东西了。我们曾经遇过一个男士，很有意思啊，他说我读入则孝，父母不在我身边，这个不干我事；出则悌，我独生子女，这不干我事。哦。哦，这个依义不依语哈，哎，依那个义理哈。那君以信训其臣，则臣以信忠其君。啊，我们举个榜样，就是唐太宗啊，他很讲诚信啊。有一个臣子啊，就建议他，皇上啊，你呢，就专乱生气。看看有没有人敢进给你劝谏啊？这个唐太宗说：“怎么可以装乱生气？哦，这个装的就好像有点虚伪了，不是真诚对底下的人哦。”啊，好，现在我们做传统文化，这个拍摄的，来，我摆一下 pose。再拍，这样好不好？不妥当了。哎，哎，真的，人家愿意来跟我们交流啊。哎，我们平常是什么样子，就呈现什么样子，呈现真实给人家看。
好，哦，所以这个是，这个唐太宗的榜样，所以他的臣子对他也是很诚信啊，忠于他，所以他能凝聚不只是中国人哦，好多民族啊都愿意为他效力哦，哦，这是他的个人魅力哦。啊，父以信毁其子，则子以信效其父。啊，那个曾子杀智啊，这个他曾子啊，因为他的太太啊，跟孩子说：“别哭了啊，回来我给你猪肉吃啊。”啊，结果后来这回来了，曾子就开始在那里准备了。啊，这个就是。不能失信于自己的子女，当然哈、哦，《弟子规》说"凡出言，信为先"哈、哦，这一句话好不好落实啊？啊，我个人感觉不容易落实，哦，所以要随时要带一个小本子，只要答应别人了、啊，赶快啊记下来，不然有时候可能过了想不起来，就失信于人了。啊，要落实《弟子规》啊，落实感应篇要有配套措施。啊，你看我们院长这个早上有提到这个好学，啊，引了孔子，啊，十世之义，必有忠信如谋者焉，不如谋之好学也。另外还举了孔子的好学是三人行，啊、哦，必有我师焉。那我们看到别人的优点呢、啊，要不要把它记下来？要，而且你还常常翻，哦，那个影像越来越清晰呀、啊，我们才效法得出来。啊，不然我请教大家，大家最近在效法谁？有没有？我们一想，脑中一片空白。你看这句很重要啊，五十三参呢、啊，我们都会讲啊。哎，我们每天有没有在参？哇，你一天参下来，可以参到人家几个优点，你都把它记下来，看着看着，哎，我怎么去效法？哎，这一句话才会落实得更扎实。哦，所以我说的配套措施还是很重要。啊，再来，夫以信呢，先其父，则父以信顺其夫。啊，宋朝有一位刘廷式啊，他跟一个女子有婚约了。啊，后来呢，他考上功名了，考上进士了，结果回来啊，那个女子瞎了眼睛了。哦，那这一户人家也，人心地也很厚道，啊，人家都是官爷了啊，县太爷这个官员了啊，就要取消婚约。啊，这个刘廷式啊不同意，啊，后来对方提出来。不然他的妹妹嫁给你，他也没同意。哦，你看，跟这个女子的这种信诺啊，哪怕对方瞎了，他还是说。哦，哦，那你看他的太太嫁过来，你看被先生这种诚信所感动啊。哦，所以后来他的太太给他生了2个孩子，最后都是考上进士。哦，都很有成就的下一代，所以上秉常，顺着常道做出来，感化啊下面的人啊，你看这个伦常之间真心的交感，下服常而应上，啊，所以其不化者啊，百位有一，啊，我们真的这种所谓。这个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但恐诚心未至。啊，真的真诚心现前的，精诚所至。
经时为开，所以，这个其不化者，百未有一的意思就是，100都没有一个不能化的，就是都能感化掉，这个是在伦常当中啊，体现因果。所以我们在伦常当中不能感动对方，我们也要反思自己，哪里做得还不够。一切福田呢，不离方寸。佛法的道理啊，讲得透彻啊，一切法从哪里？心想，自己的心想啊，现在家庭的情况、团体的情况是自己的心想。不能怪别人了，佛法这些彻法圆底的道理啊，没有佛讲啊，我自己觉得，我想破脑子，我也没办法想出这个真相。那既然有这个福报，听到这些彻底的宇宙人生真相啊，那我们应该珍惜它，好好依教奉行啊，来反思有一位。这个山东还蛮成功的企业这他们是经营这个鞋子的，都是工人鞋。那他还在自己的企业呀，推传统文化，哇，还邀请老师啊，当时候是过年前呢，那好像是某一年的1月。6号到9号，邀请人老师来他的企业讲，结果在这个几天过程呢，他仓库失火了，他先生呢，当下就跟他说了，说你好好反省反省，你还学什么传统文化，还找老师来。为什么我们工厂出现这个情况？不简单呢！你看他这么用心费了那么大的劲啊，最后得到先生这么严厉的指责啊，我感觉一般的人也受不了啊！他马上很深的去反思自己，他觉得他不够真诚。她想到什么呢？想到她对她的婆婆不够真诚。她说外面的亲戚朋友一提到她，都说她当媳妇啊，200分，就是可能当地人没有人在外向上做得比她还周到的。可是她自己知道自己的心对婆婆还是有怨。然后她自己也察觉，她过年的时候到婆婆家呢，婆婆知道她是吃素的，从来没有给她用过素菜，所以那当时候起火了，她跪下来往婆婆的住的方向跪下来忏悔，很真心忏悔，所以我们修学要真诚的，要打破自欺呀。不能骗自己了，我们骗自己就容易骗别人了，装样子给人家看了，所以他痛哭流涕结果呢，过10来天就过年了，他回到婆婆家了，婆婆给他煮素菜2道出来了，哇，你看感应的速度啊，那么多年没有一道。他自己真心忏悔了，你看这个医报随着正报转了，从那一年以后，每一年都特别给他煮素菜给他吃了。好，好，我们再看下一句仁者在位，而
人人来。仁者在朝廷执政呢，感召人人前来。义者在朝而义事治。这意思都是相同的啊。是以墨子之门多勇士。墨子提倡兼爱非攻。仲尼之门多道德。夫子教出了72贤3000弟子。文王之朝多贤良。秦王之庭多不祥。秦王的朝堂上都是不善之人。因为秦朝强调武力征伐。所以人家感召来都是比较有暴力的人。易经当中提到了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所以人际的状况或者一个团体招感来什么人才那都不是偶然的。所以故善者必有所主而治，恶者必有所因而来。所以善人到来一定有他的原因。一定是他认可这个领导者哪些仁慈的德政。恶人到来也必有他的缘由。所以这个善恶不空作，祸福不滥生，唯心之所向，志之所行而已。所以这个善恶不会凭空发生，祸福也不会随便感召到来。这个都跟心之所向。这人们心灵所趋向志之所行，意志所实行的结果感召来的这些因缘所以当我们觉得团体当中没有人才那这个是我们主事的人要从自己来提升起才能感召好的人才。群书治要还有另外一段话这个原话我没有全记得大意就是你这个草木生长得很好自然感召很多这个禽兽动物来了你这个泉水很深就感召这个鱼鳖来了好像你种了梧桐树才能赶凤凰来是吧所以一个领导者不是在那里想着要我要这个多少钱花多少钱把人才招来首先要考虑的是呢，我所在的这个单位能不能留住人才？而不是你费尽很多功夫把人才找来，但是你的单位根本就留不住人才。所以人才要感召来的。比方说一个领导者，你真的找到一个很好的人才。你都不懂得配合他，他也使不出什么力量来的。我们其实都有外求这个外求的惯性其实蛮强的。能不能把事情办成就
主办圆融。主一定在我们身上，办是外在的缘。这一点假如我们没有认知到啊，我们都把时间精力都花到要去向外找一个好的缘，然后我就万事 OK 了。举个例子，我们学传统文化的父母，都会想，哎，我找到一个学校啊，我的孩子就成为净空老法师了。你看，有这个念头的家长多不多？哎，那根本是什么？一个孩子能不能培养成呢？是他跟父母的关系哎。你怎么都觉得是外面比较重要呢？老和尚说的，家庭教育是根本啊。学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发展，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续啊，宗教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圆满啊。哎，我们看这是《三国演义》啊，刘备找到孔明了，哎，他也要创造让孔明可以发挥的这些条件呢？你不能说哎，通通交给你了，没我的事了。所以这个刘备也得要把尚方宝剑交给孔明，是吧？还要有，是不是还有玉玺？哎，你们没有看过唐国强演的《诸葛孔明》吗？我们年代不太一样，是吧？哎，这些都是在告诉我们呢，你要让一个人才发挥，你是很重要的，你要营造一个让他可以发挥的这个背景出来呀。好，我们再看下一句这个人伦当中啊。了凡四训说到了，急如生子啊，有百世之德者，定有百世子孙保之。哎，孔子就是榜样了。有十世之德者，定有十世子孙保之；有三世二世之德者，定有三世二世子孙保之。其斩焉无后者，就是断子绝孙的了。德之薄也，没德了。其中我们看呢，武将的后代啊，大部分比较不好，因为杀业太重。哎，但是宋朝曹彬啊，他后代很好。为什么呢？哎，他有厚德。他当时候要统一很多地区啊，他都没有杀戮。而且要进城以前呢，进南京城，跟主要的大将，他是装病啊，我的病只有你们能够帮我治好，就是进城之后不滥杀一人，歃血为盟，这些将军都很重义气嘛，你跟他约定好，他就会做了，而且他的仁慈心啊，还表现在很细腻的地方。他有一个士兵新婚，后来没多久啊，犯了军法，那他下令啊，先不执行，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执行，他旁边的人说，哎，为什么你要这么做呢？他说他刚结婚呢，我现在打他呢，到时候他家里的人说娶的这个扫把星。把责任都推给他这个太太啊，那他这个太太就没有宁日了。哇，心很细哦，都能考虑到这个点。而且亲亲而仁民啊，仁民而爱物。冬天呢，他都不建房子，因为你动土木啊，
有可能那个土里面那冬眠的虫啊，你一动它就冻死掉了。它的这个仁慈心还去考虑到这些小昆虫，所以他后代很好，到他的孙女啊，当到太后，他所有的儿子都很有成就，这个是武将，但是很有德的一个榜样。第四呢，这个是治乱，这个我们时间。还有20分钟啊，那这个也没这一段呢，就是你这个国君呢，做了哪些不好的事啊，就会延伸出一些灾祸出来。我们就跟我们刚刚说的贪心感水灾呀，嗔恚感火灾，愚痴感风灾。这个在群书摘要当中啊，也都有彰显出来。在这个治乱的部分呢，也借机会啊，跟大家交流一下。因为我们古人呢，很强调以史为鉴，其实我们家庭团体所发生的事啊，都不是新鲜事的。这5000年历史当中啊，都有相似的情况，可以以史为借鉴呢、啊。可能你就会得到解决的方法。而这些历史当中的借鉴呢、啊，我们也要高度警觉不能觉得不会发生在我的团体，你越是这样，可能就会发生了。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不引以为戒的话，亦使后人复哀后人矣。这个好像是杜牧写的诗，是吧？对对对，这个后人哀之而不见之，我也曾经跟院长有提到，所以。每一个朝代衰败的原因，你看治乱，衰亡，这个因呢、我们都要引以为戒。我们警觉性不高啊，都可能出现在我们的团体里面。真的哦，你再小也会出现哦。比方说宦官。专权，近的人你不好好叫他也会嚣张起来哦。当然你不能怪他哦，还是要怪领导者，你自己没有教育哦。第二呢，外戚专政，你看一个团体里面哦，这个你不能用了一个重要的干部结果这个干部呢。亲戚朋友通通都进来最后影响力很大，最后可以威胁你哦。好，我没有说亲戚不能进来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就引以为戒你要有沙盘推演，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不然传出去说。陈德法是说，亲戚不能进团体，我跳到黄河洗不清所以我都要交代一句话，我什么都没有说，你们也什么都没有听，你们是听而无听你们都心神领会了你看长孙皇后啊，不让长孙无忌权力太大。人，你德行不到那，你权力太大会变形的。后宫干政，
哎，我见过一个董事长的太太啊，她都不去公司，啊，这个心态很可贵，啊，你看太太常去了，就会有人，哎呀，夫人呐，哎，哎呀，这我们家乡来的东西吃一点吧，啊，啊，可能他就会往这些地方发展，哎，奸臣当道。用重要的臣子不当，哎，朋党之祸，团体里面搞组织了，啊，搞成两派了，哦，这个对团体杀伤力很大，还有用人呢，还是要看清他的特长，啊，来用人取其长，不能用错了，哦，所以。院长不会用我去算钱，铁定会掉。好，哦，所以《增广贤文》说：“慈不掌兵，义不掌财。”太仁慈的人不能掌兵权，太重情义的人不要让他管钱。哦，人家讲几句话，他心一软啊。就批了啊，这不行了啊。好，哦，还有领导者啊，这个心不能偏心啊，不然就有人会恃宠而骄。啊，这个《从政仪轨》里面有一段话啊，心不可有一毫子偏向。假如心有所偏向呢？有则人必亏而知之。哎，看到你有偏向了，哦，这是一个官员自己总结的心得。啊，我曾经啊，使一个卒卒啊，一个小士兵哈，见其颇敏捷，使之稍顷啊，就是动作蛮敏捷的哈，哎，用它用的比较多了。底下的人就在看呢，下人呢，哎，就哎呦，这个领导好像很器重这个人，就开始啊，对这个人另眼相看了，屈重之意了。好，哎，他发觉有这个征兆了，啊，就防止了。虽是小事啊，但是当官的人呢，当正大明白啊，不可对。任何人有一毫这种偏心偏向，好，再来一样，还有这个贪恋女色啊，这个对一个朝代甚至一个团体也是一个挑战。还有骄奢淫逸，这个一富贵了。啊，甚至啊，像我们传统文化单位啊，哎，你人家支持的多了，这个时候要谨防骄奢淫逸哦。哎哎，初发心成佛有余哦，但这个初心很容易一些境界会变。哦，包含诸葛孔明讲到的亲贤臣，怨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轻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这总结汉朝兴衰啊，其实也我们刚刚说的德贤，你德贤人的国家就安定了，失了就危险了。哦，还有领导者不能刚愎自用、独断专行要能纳谏这个我们后面这个。君臣官里面可以再深入来提，再来团体呀，要下情上达，不能没有人敢讲真话，甚至讲真话的就被人家戴帽子，这种风气也，这很压抑的了哦。好，不能与民争利，这些。都是从历史当中啊得到教训啊。
我们再来看呢，第三啊，是因果的原理。啊，第一是因果相应，啊，这皇天无轻，唯德是福，民心无常啊，唯惠之怀。啊，这个讲到的是上天从来不会偏无轻，就是不会偏爱谁。哎，唯德是福呢。只要是贤德之人呢，都会啊保佑、辅助他。好，那民心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民心无常啊，唯惠之怀啊。只要领导者施恩惠、爱护人民啊，哎，人民就会归向他。好，所以为善服同啊，同归于治；为恶服同。同归于乱，啊，这个行善政方法不同，但只要是真正的善政呢，结局一定是啊，这个地区能治理得好，大治。作恶的方式可能有不同，但结局一定是啊，社会会动乱。我们看一个实际的例子，啊，这个鲁公，啊，这个人呢？啊，他是太傅赵熙举荐，啊，觉得这个人很正直，啊，然后启用他做中牟令，啊，当然我们假如被人家举荐了，啊，也要对得起信任我们的人，啊，那他以德呢，德化，啊，让这个县呢治理得很好，而且比较不用刑法。啊，这个百姓啊，许伯，哦，这个争田啊，跟人家争田地呀，啊，争了好多年了，啊，以前的这个县令啊都不能解决，啊，但是他到了之后啊，为这个。啊，这个许伯啊，评理屈直啊，这讲的道理啊，合情合理的啊，然后听了他们都很感动啊，皆退而自责，啊，然后啊，都把这些田地啊，本来在争的都互相礼让了，好，这是他的德行，教化百姓，好，那他底下的。这个亭长啊，给老百姓借牛，啊，不肯还，啊，牛主人呢就告到他这里来了，啊，但这个鲁公呢，把这个亭长找过来，啊，然后也指示他赶快把牛还给人家，啊，指示再三呢，他还不听，哎，当下这个鲁公啊，叹气到了，啊，哎，是我教化不行了，哎，他还反省自己，然后就要把他这个官印啊，就要解掉了，结果呢，这个院士啊，就是他身边啊协助他的这些官吏，痛哭啊，哎，要留他。哦，那他是发自真心觉得啊，还是我自己做得不够好，教化不力啊。啊，结果这个亭长知道这件事了，哎，所以他的诚心啊，也触动这个亭长的善根了哦，就忏悔啊，就把牛还了。好，而且他还呀，觉得自己做得太不对了啊，还要这个。说把我关起来啊，我应该判罪啊，哎，但是这个鲁公看他已经反省了啊，就不问他的罪了啊。结果这个百姓跟官员呢，啊，都非常佩服这个鲁公啊。好啊，结果这个建初7年啊，他们这一个郡呢，都受到虫害。
啊，这个名呢，就伤了这个啊稻谷了。结果呢，到了他们中牟县，哎，这一些虫害啊都不进来。哦，那河南这个尹，河南尹啊，河南的这个官员啊，袁安听闻了，觉得这个是不是真实的啊，就派了这个任素传啊，这是一个官名啊，叫肥清。肥清这个人呢，亲自去啊，看看是不是真的啊。结果啊，这个鲁公啊接待来的官员啊，然后坐在这个桑树下啊，哎，结果呢，在聊的过程呢，有那个字人应该是鸡啊。鸡过来了，哎，停在他们旁边。哦，而且他们旁边还有小孩。结果这个肥青啊，就问了这个小朋友啊，哎，你怎么不抓这只鸡呀？这个小孩说了，这个鸡呀，可能呢，他还要。哦，他可能还有小鸡要抚养啊，哦，他还有小宝小，哦，他还有小鸡呀，哦，哎，所以这个肥青呢，啊，看到这一幕啊，决然而起啊，决然而起了。他就站起来了，然后啊，就跟这个鲁公啊要辞别了，在我来的目的啊，就是要看看你这个治理是不是真实的，这个啊，现在我看到的就是虫啊都不犯你这个境啊，这个是第一个非常奇异的情况，因为这个。只有你这个地方没有虫害了，哦，而且你的教化呢，给予鸟兽，你看这个鸡都不怕你啊，不怕这人呢、啊，此恶意也。再来呢，小朋友这个素质，小朋友都有仁爱心啊，此善意也，所以我在停留啊，只是干扰你啊，他称他贤者哈、哦，我不能干扰你办。办正事了他就回去了，就给这个袁安，这个河南尹袁安报告了，而且当年呢，这个中牟县里就产嘉禾，嘉禾就是那个稻穗，可以长2穗是吧？长3穗啊，这个是嘉禾。那个吕安呢上书言状啊，连皇帝啊都觉得很特别。哦，所以你看，一个领导者失德政呢，你看这个因果是相感应的，就会降吉祥啊，在这个地区，好。第二我们看因果呢是时数有时的，不是说我们现在一行善呢，善报就现前。啊，一造恶啊，恶报就现前，所以引了《周易》这一段话啊，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但是小人以小善呢，为无益啊，没什么帮助，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没有改掉这些小恶啊，哎，慢慢的这个恶积而不可言了。罪大而不可解了，这犯错到恶贯满盈啊，就没得救了，所以这个虽然，不是马上啊，恶就会现前了，但是我们也要了解到，
这个不能让恶啊不断的积累。好，这个第三呢是因小果大啊，因小果大。好，我们看这一句啊，训有之，这个是尚书，啊，好像是大禹啊教诲他的后代，啊，内作社荒，就贪恋女色了，外作情荒，啊，喜欢啊骑马打猎呀、啊。玩乐这个迷乱约荒啊，这应该是古注提到的玩的都不知道回来理政的啊，甘酒，这很好喝的酒啊，士音，好听的音乐啊，这个靡靡之音啊，峻宇啊，很奢华的宫殿。啊，然后墙还要雕龙画栋啊！你看这么多个因素哦，有依于此，未获福往你看这里提的社荒、情荒、甘酒、士音、峻宇、雕墙啊，你只要有一条，这个国家就要亡了啊！你有一条，它就开始发展了哦，好。啊，慢慢慢慢，啊，差之毫厘呀，谬以千里了。哦，你看一个贪女色，你不节制的，可能之后就会出大事情了。好，我们看这个箕子，你看箕子，纣王的亲戚，他看到这个纣王啊。拿着象牙的筷子啊，他就叹息了。哎呀，他拿象牙筷啊，用的一定是玉杯啊！啊，那用玉杯了，啊，那盛的这个菜肴啊，必失远方珍怪之物而遇之矣啊！那都是山珍海味了，那穿的呢？不会穿 T 恤吃山珍海味啊？那就绫罗绸缎喽。啊，穿着绫罗绸缎会不会住小木屋啊？哦，那就是很高级的这些宫殿的啊，甚至还要乘这些马了这些，所以看到一个用一个象牙筷啊，就洞察到这个国家要灭亡好，我们最后这个因果的原理第四个是因果变化。啊，老子说的“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啊，祸来了，我们用很正确的心态面对它，可能就转祸为福了。啊，但是福现前了，我们骄奢淫逸，我们看官二代、富二代，最后祸就现前好。所以，我们这个老和尚说到了，学佛最重要的用真心。我们用真心了，不指责了，那不好的事发生了，我们都能把它转变过来。好，那今天时间也到了，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好，谢谢大家啊，阿弥陀佛。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法师的授课。大家请起立，感恩法师向法师致谢，一鞠躬，起。掌声恭送法师先行休息。请整理好物品。
嗯。